本节目由祝你开启美好一天的蒙牛早餐奶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增强胃动力乐享美食的马丁零赞助播出。吃的是什么呀？拖拉车。搁了车就我们抚养油。这个就是抚养的一个名词，在我印象中最好吃就搁了车子。香，它就是香。白东西那个谁呀？这是我的婆婆刘真。啊，媳妇，我叫谢芳芳。化妆了？没有，就涂了一下口红。化妆是好看。疙瘩肠呢比较筋饿，有嚼头，长时间不吃就非常想吃。这家店个人好吃，我几乎每天都到这儿，什么你20来年了。我吃其他家的疙瘩条，我吃不习惯。那不有用，疙瘩肠出圈吗？嗯，疙瘩肠烫，疙瘩肠香吗？一顿不吃气儿吗？我从青岛5点半到9点半，然后都拍的这几天嘛，还是以我婆婆为主，她确实挺不容易的。别拍我，别拍我，多拍拍我媳妇。这边这边，小孩带走，开直播也不累。那他妈给你来个镜头。还是同一搭配。他就是每样都搭配都正好，他才能好吃。干辣椒都自己炸的，香，酱也香。每天都来，我吃了有20多年了。他不会炒的比较好，就是放的料多料少的问题。这位小姐姐吧，芝麻酱嘛放的比较多，她就吃起来很腻。那个老奶奶呢，她做的我感觉是恰到好处的。我理解不了，因为我觉得我感觉做的已经挺好的了，为什么就接受不了呢？他还年轻。鸡蛋肠好，清热的。他卤的也好吃。以为我是小姐姐是吧？我是中国道教学院毕业的，也算是一名道士。你现在多大了？今年21了。你怎么就想不开？什么叫想不开？那是我想得开了，好吗？阜阳历史上叫五子国。在西周后期，顺治帝已经开始建国了，到了以前呢叫颍州府，然后呢再到顺昌，南宋历史上一个顺昌大捷，然后再往近代一点，你看我阜阳那个名人，在那个阜南的甘罗，颍上的那个管道叫管仲鲍叔牙，还有临泉的姜子牙。希望你们去过就多宣传一下阜阳。爸爸擦擦嘴。
分给老六了。去了，多少勺了？还有一个多少勺鸡根嘞？鸡根哈，不要那些的啊。倒过了，这个东西不要吃八角饺，你看就行了，都是吃多少年的饭了。有时确实有压力，对，因为有些老顾客嘛，有时候我就特别的调饭的时候心惊胆战的，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口味。我婆婆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，但是我比较要强，当你去让别人去比较的时候，你肯定是会有压力的。对，他还年轻。如果说是我真不敢交给他，他也能管理好。有压力，好好的干。对，哎，咱把店再开个几十年。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。所以你一脸无辜，不代表你懵懂。镜子起床，天上多露太阳，心情很好，来把肚皮填饱。男孩我都不去，都是个懒条子，个懒条撑，个懒条响，一顿不吃肚子里头叽里慌，个懒条得劲，个懒条爽，吃饱喝的嘴嘛啥都不想，个懒条得劲，个懒条爽，恁好吃的东西吃。